你不是说你很讨厌他吗？你也不想再见到他，真不知道是你天真还是我自大。怎么能把一个女的送到我哥那儿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日久生情，知不知道？给自己挖坑，你真行啊你！真想把你全打死。你妈说过没有？我妈没提过某个负心汉的名字。这事清楚了啊，不是我，咱俩没关系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我还不想要他这个爹呢，就当我瞎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到12点，老男孩热血回航。